元浩是这几年我做我们数位艺术中心，我认识一个非常重要而热情的一个艺术家，他很难得创作力很丰沛，然后他真的是是非常努力，然后非常勤奋，然后他的作品在台湾的各种就是说这种影像类型。用单枪投影机，那时候可能就是用蜡烛，然后透过一个镜片，然后产生成像的效果。所以我就会在思考，这样子已经发展了200多年的一个技术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里面再找出一些新的东西？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最新的科技，它用的都是很我们讲的 low tech 的表达方式。那在这个 low tech 的表达方式，怎么样去？诠释就是我希望表达就是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，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是这些我们看不见的光，它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影响我们。那尤其是就是以现代科技发展，那我们透过比如说电脑，或者说其他的媒体，或者说手机，我们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方式，或者说新的跟人沟通的生活方式。然后，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产物，它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然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观，那就是让我们就是上网，然后我们申请一个账号，我们进入一个网络的世界，一个虚拟的世界，一个就是没有质量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可是在这个没有质量的空间，却可以让人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。漫游，然后几乎忘记时间，然后但是这个空间它又是一个好像无远佛界，它没有语言的隔阂，所以它在某种程度，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让人着迷的。它不只是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从这个世界，它正在就是不断的影响我们，就是改变我们的作息跟一些生活方式。对我来讲，它既有影像，也有雕塑，也有空间，然后也有打光，然后也有影片节奏，就是对我来讲，它什么都有。对，那它唯一跟现实就是其他媒材不一样的部分，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摸到它，我们只能透过眼睛去看待，然后顶多加耳朵去听，但是我们其实是碰不到它。它某种程度它是一个缺点，但是我希望运用这个缺点去表达一些东西，就是它的媒材的特色去表达一些东西，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不见得是真的，一些虚虚实实之间的一些想法。